现在呢是右腿啊，右腿膝关节，右腿膝关节里边有异样的感觉啊，我看着刮风然后刮风啊，刮在那个海上水面上啊，水面上浪那好高好高，越来越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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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们记住了啊。你们记住了，如果海上突然发生那个大风的话，一定是飞碟，一定是飞碟。如果天上突然发生大风的话，一定就是飞碟。哎，怎么遇到这个情况？你怎么想的？你马上意念啊，有的人灵，有的人可能不一定啊，但你试试吧啊，因为没有什么其他方法了。当然，一个方法是找我了，找我的一个方法找我了，另外一个方法是自己发出个意念来啊，看看能不能发出去，或者外星能不能收到啊？就是我们这边，遇到了狂风暴雨啊，也许，是我做出了什么事情啊？按因果报应来认为啊，如果我做出什么事情呢，我一定会改正啊，这样就排除了因果报应。另外一个那个想法呢，天上的大神呐，我们正在这边，我们正在这边航行呢，感觉风太大，我估计是由你引起的啊，能不能帮帮忙，风小一点？如果他收到了，就会减下来啊。所以啊，所以要自己掌握这些技能啊，或者技巧，至少看了那样的案例以后，也要学到一点东西啊，要学到一点东西。就告诉这些啊，我眼睛都睁不开，今天拍的太多了，没办法啊，信息不断的进来，不断的进来啊，眼睛都睁不开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